警方喺铜锣湾捣破一个非法赌档，拘捕六人。被捕嘅三男三女，年龄由30至51岁，包括一名30岁男负责人。佢哋由探员押上警车，佢哋亦都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。警方根据线报，凌晨12点几突击搜查富明街一个单位，破获一个由黑社会操控嘅怀疑非法钓鱼机赌档，检获一批赌博工具，包括4部游戏机及约2000元赌款。